你真这么大逆不道！国母纵然不孝，又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？国母所愤恨，就是你们蒙古人入侵我们大宋的疆土，残杀我们的子民。国母的满腔热血，率神州的千万子民而散。像我大宋子民，有多少人为此而家破人亡？你还敢说吊民伐罪？ 托雷安达有子气脸宽宏，恐怕蒙古诸王无人能及，日后必定颠覆国家重任。不过，郭某有良言奉告：想我南朝地广人多，崇尚气节，自古以来从不屈膝于别土。蒙古一时夺得疆土，日后必定被逐于漠北，到时会元气大伤，后悔莫及。请王爷三思。挺利索的，哼，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，老在天台见面。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以前没得选择，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。各位前辈，你们要我说出我义兄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，无非是要抢夺他手上的屠龙宝刀，重为武林至尊。我张翠山一定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。可是。 我也绝不希望师父他老人家百岁高龄还跟大家生死相搏。今天我只好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三年之后又三年。 三年之后又三年，就快10年了，老大。我也读过警校，我不像你，我光明正大。不要的东西呢？什么意思？你上来晒太阳的？跟法官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？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杨过。 你这个傻瓜，龙儿根本早已经死了。16年前，他自知无药可救，而你又不敢独自投生，所以他就用这几句话来欺骗你，让你等了他16年。龙儿对你如此情深意重，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吗？ 我杨过今天愿拜小龙女姑姑为师，我杨过愿以一生一世都听姑姑的话，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，我杨过愿以牺牲性命去救姑姑。我对姑姑的爱，今生今世都不会变。弟子杨过，与其龙氏，今天在重阳真人面前，皆为夫妇。师命不可违。 七命更加不敢违。龙儿明知道我已经把解药扔下山去了，我哪还有命要等到16年后相见呢？龙儿，其实我早已经知道，当天你是跳进了这个山崖下面。龙儿，16年。 你一个人葬身于山崖下，难道你真不怕寂寞吗？哼！仿效桃花岛，盲目跟踪，有心无神，令人恼火。你很好，没有传他功夫，他是仙侠派的门下吗？枯木这点微末的功夫。 也可以称作为大师啊！你学的武功比他胜上百倍。从明天起，你自己穿儿子武功，仙侠派的功夫，给我们提鞋子也不配。傻子，我是天下最蠢的女人。 走开！走开！
皇上，孝贤皇后爱你，更爱自由。高贵妃爱你，更爱高家。纯妃心里从来都没有你，至于其他人，满眼都是龙袍和荣华富贵，只有我，全紫禁城只有我，最爱你的人分明只有我。不光是杭州军备，这一路行来的江南官员，好多都已经成为了傀儡。自阿妈去世之后，我明白权力有多重要。多年来，我派人搜集了无数王公大臣、文武官员的秘密，有人探墨，有人渎职，有人犯禁，所以他们全都怕我、惧我，但又不得不服从我。有朝一日，皇上驾崩，我便是第二个孝庄文皇后。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，我有100个、1000个机会杀了你。日日夜夜，那个声音都在跟我说：“董小，董小啊！”但是我做不到，我的心，我的感情没有办法容忍。我不可以伤害我的丈夫，我不可以伤害我爱的人，我不可以伤害你。你以为我会伤害他吗？我最恨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你。爱新觉罗弘历，我好恨你，恨你。晴儿几句话就把场面给扭转过来。那个晴儿啊，自从陪皇上微服出巡回来之后，就已经被小燕子他们收服了，和小燕子他们是一丘之貉。以她的身份和老佛爷的撑腰，犯得着去贴紫薇的热脸吗？既然你决定留在古墓，你就要拜我为师，今生今世都要听我的话。难道在你心目中就没有想过让我做你的妻子吗？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今天我找全真教引道士算账，与旁人无关，你们最好别管。难道你不怕我的双剑合璧吗？姑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孤儿，你的手呢？是谁？谁砍断孤儿的手？姑姑的清白已被此人玷污，但是他刚才曾经救我一命，你不要再为难他了。总之是我自己命苦，为什么老天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的苦？要受苦，姑姑和你一起受。孤儿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你曾经说过这句话，知道吗？我是香港人，我要请律师。这小孩什么地方人？台湾人。跟你什么关系？我们是朋友。谁跟你是朋友？这分明是拐骗。闭嘴，放开他。你为什么老是帮他？妈的，王八蛋。
阿七叔，你系咪玩嘢啊？途经何鸿生系我生死之交，我肯定呢间系佢揾到嘅最好嘅选择。何鸿生嘅朋友要住喺呢间咁嘅嘅嘢？我生死之交何鸿生系红色嘅红，生死个生佢卖咸鱼。你 PK 啊你！杨叉叔，你是不是开我玩笑？普京，何鸿生是我生死之交，我肯定这间是他找到的最好的选择。何鸿生的朋友要住在这间猪窝？我生死之交何鸿生是红色的红，生死的生，他是卖咸鱼的。你扑街啊你！如果不是他听你小弟弟这两脚，你算不会这么快就好了。你这么维护他，是不是跟他有一腿？人家对你一片痴心嘛。哎，干什么？走了。去啊。去哪里啊？回家。然后呢？上班喽。上班行不行啊？不上班你养我。哎。又怎么了？我养你啊。你先养好你自己吧。傻瓜。伯西。伯西。让我走。不，等一等。你也看到了。我刚刚杀了一个人。我知道该怎么处理，我可以让他像没发生过一样。你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我杀人的事实。我就是埃及掌管日与夜的伟大之神，我说白天是黑夜，他就是黑夜，反正一切都会照我所说的。而我说你是无辜的，不管你怎么说都不重要。你不会了解的，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。摩西，够了。原来我所相信的一切都是谎言，我不再是我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去问那个我曾经称他做父亲的人吧。摩西，别走。再见，哥哥。摩西。